大家说去打假，我给你们讲一讲这个啊，他这个就是去那个做了这个假肌层切除术，把这两边这样子切开，切开以后把这里面的假拇指破坏掉，所以说他这个指甲两边都不长指甲了，所以长成这个样子了，他以后也就是这个样子了，嗯，谁改变不了。但是他做的时候呢，这边做的还是不彻底，做的不彻底，这边还是有一块指甲在这里，大家能看到吗？嗯，这块我还是帮你处理一下吧。嗯。他把中间这一块假拇指去除掉了，那这下面还有一点点这个，就边缘这里，他还是没给你整干净。你看他真的到时候从哪个冲不出来了？嗯，他衣服从哪个？他这个，上次弄完多久没走路啊？有啊，上一次。嗯，两月吧。不是，没有。是有几天，有一周，没有十天，你不可能能下地。我10星期吧，我记得。年前大年23那一天做的。大年23。就小年那一天。嗯。嗯。有的人别再让你误导别人了，说哎去怎么去一拔了就完事了，你说这能完事吗？这边拔了，这边也拔了。嗯。那边没有清那个夹根儿。两个脚的配的吧，两个脚的配的。嗯。嗯。可以了。